刑签17年。丁柔庵这招御夫术，江湖瓜套牢离不开。综艺大哥大胡瓜和47岁丁柔庵相恋到结婚超过10年，至今两人已牵手17年。对外鲜少谈及丁柔庵的他，近日接受访问时却大方透露对老婆已经离不开了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胡瓜谈起丁柔庵表示，有些夫妻相处久了就会开始嫌弃对方，但丁柔庵不仅时常给予鼓励，还会欣赏他的优点，并且从正面角度去看待事情。胡瓜说，从他身上学到鼓励人，他有时会对节目批评，我也会听进去，因为他知道丁柔庵并不是个人情绪上的攻击，我也受用。即便胡瓜长时间投入工作，但与妻子丁柔庵17年的感情还是令人称羡。他也透露，丁柔庵都会看他的节目，也会给他建议可以找谁当来宾，哪一集录得不错等等，让他非常有成就感。From Facebook 胡瓜，参考来源。